各位唔忘飲金啦，我諗住去打呢個嘅比賽，蒙天燈就係啦。咁就想試嘅就係法海，係啦，我哋嘅法海啦，咁係台版嘅白蛇傳嘅全新嘅一個唔知乜嘢啦嚇，法海啦。係啦，咁就仲有今次我哋打咗兩隻極雲嘅，一隻就嗰個叫咩？法海啦，同埋一隻叫致命田白旗嚇。咁就想講咩咧？其實今次呢個陣都冇乜特別嘅，主要係想推一推法海啫嚇。因為我之前講過法海呢隻咁嘅角色咧，係必須要跌噶啦。咁你唔跌咧，咁其實就對你嚟講咧就不利嘅，因為呢隻角色係非常之好用啦嚇。但某程度嚟講嚇，咁佢打你見到佢打俾三文天個，哇個推咗我落去喎。佢打比三門天嘅貫通力波咧，係非常之好用嘅嚇。For 呢啲清僵尸嚟講，即係三發咁樣插落去咧，係真係黐線嘅，真係黐線嘅。呢個咁樣，係 Lens。咁呢關大野貓咧都係好好打嘅。我依家都唔知點解好耐冇講西王母啦嚇，都已經成為我個倉管之一啦。唔知點解幾時開始。之前抽到佢仲好開心，之前係咯，唉，真係可惜，非常之可惜地，黃武大大已經做咗個小倉管，只能活在黑暗的生活面。係咯，依家應該孖祖神話都推過咗佢頭咧，應該都，因為佢得個其實。佢啲友情技又唔係特別話犀利嘅啫，我講黃武啦咁，所以其實如果友情技唔係特別犀利，而且有得一個被動嚟講嘅話，係真係幾難生存喺呢個彈珠社會上面嚇。咁所以我覺得就，如果佢有幸，我頂你個肺啊，有幸出獸神化咧，如果西王武有幸。即係台灣無啦啦弱智話又要啊、哦！我自己啲冇理由得我哋啲日版有獸神化，我哋台灣自創一個獸神化角色，咁我哋求其將啲孖祖啊，唔知咩西王母啊，咩仲有咩原創角色話咩冇啦，好似抽蛋嚟講啊，貂蟬嗰啲一次我推獸神化，雖然都冇乜可能，但係如果啊講下都應該幾爽下嘅都嚇。OK， 咁我暫時都打得好順利啦，都嚇。又冇乜嘢特別有波折啦嚇咁，咁我算咧，但唔知大家考完試咩？我考完嘅啦，係啦，考咗兩個星期嘅戰役，終於成功地考完啦。雖然我仲未知成績係點，係咯，雖然感覺一敗塗地，但唔緊要啦。喺我一敗塗地，喺我哋班嘅同學嚟講都唔算，係咯，因為我係温書嘅，慢慢。中雜達旦，廢寝忘食，樂爾忘憂，係咯！依家嗰啲名句啊，咩岳飛之少年時代啊，啲支支密密啊，嗰啲人唔知大家有冇讀過啦？我記得我中一讀嘅就嚇咩笑咩飛笑虎氣之沉厚寡言啊嘛，我仲記得，咁就咪我咯，咪講我咯，係咯，咁就是啦，咁期待咯佢咯，猛温到一點鐘幾辛苦嘅其實都。咁我覺得其實依家温到一點鐘唔係咩問題住，暫時都嚇。因為之後如果考 DSE 嗰啲，我覺得會仲辛苦，因為我哋中三咧係要考 TSA 啊嘛，全港性系統評估啦，全港性系統評估。係是鬼蛋，行嘅都痛嘅都嚇 ，K， 咁我依家唔使回血啦，都撞白旗咁上去，撞唔到白，哇痛，熱帶，係啊，咁話説咧，我睇咗啊，有人用木包住香巴拉去攻略呢一個嘅。比三門天，我覺得其實都不以為然噶都，因為其實香巴拉個速度好慢，你求其騙一隻怪佢都絕絕停低噶啦。加上佢個友情技同埋 SS 嘅威力係非常之強大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就我可以試下兩隻木包，
如果之後要出的話，啊，我會試兩隻麵包住，我會試去打這個比心田，啊，兩隻，記住，即是我們試了兩隻去回復的功能。咁當然咁嗰兩隻重呢一定係反射回復㗎喇，睇下有冇啲咁嘅事先啦，啊，因為我記得我反射嘅反傷回復好似冇喎，記得，因為我唔知點解啦，貫通嘅一定係回復㗎，非常之奇怪地，喂，死咗，一次過清曬 perfect 次，但我呢個位係好難去下一關嘅喎，點算啊？我呢個位殺唔死嘅殭屍喎，如果佢揀殺曬嘅話，我會死嘅喎。佢可唔可以推翻我去正軌啊？佢推咗落去，頂你個肺啊！屌，算，反正我打比沙都慣咗都係，睇下先。大伯你咪遲清幾 round？ 哦，轉咗嚇，嗰，個位好難清。好，咁其實夜貓招技可以開咗先，但其實錯一番啦。哦，居然同我腦海中嘅情節居然係一模一樣，我估都會有啲嘢啊都係。回一回血先，再唔清我系死啦！快啲清啦，顶你！哇，你唔好再唔聚能啦，头先俾你累死，又唔回血，即系我要自己一个回，我会左右回啫，但我左右回好少啫喎。咦，唔系我都 OK 喎，我哋法开系速度型嘅喎，我哋法开系，唔惊，我系速度型。但系呢度有一边卡点，一边回血啦呢度。佢出咗嚟，拉线都唔使咁拉啊，但系都痛，唔错，给你一个赞都可以。呢度啊，呢度咁样咁等啊等啊，诶，加速 speed up 啊，加两次速，死啦，系。哇，大髀反射入关好似唔系咁健康喎，点算好咧我哋？因為其實我都幾耐冇打過超絕關卡，都因為我覺得打超絕好交煩啫，好乸討厭嘅，想揾人拆又拆唔到咧，班弱智，次次揾佢哋都雷 B， 但我冇話佢哋雷 B 啦，我係話其他 group 嗰啲人，係咯，我哋依家同我打嘅 group 都係高質素為主，哈哈哈。跟住呢家唔食回復壁都應該頂到下嘅都，係，我佢回到都回到嘅，啊得啦，呢下我上下，野貓痛啊野貓，哇！我依家非常之猶豫啦喺日版方面就，因為我係好想要羊剪啊，但係水痛都好想要，點算？哇！呢一下點彈啊？我需要羊脂，我需要水桶，我可以點做？依家回咗血先啦。得啦 ，OK。野貓入關，白騎入關好似好啲，直接開號令剪過去先。反正我哋之後啲技都應該殺死。哇！咁快開？有啲嘥喎，因為我都入關，其實啱啱撞白騎拉線都死了。先睇下抽埋白騎條線，抽下水啦，係得抽到接近50万嘅水。咁白騎開技啦，咁就我唔理嗰啲乜嘢咩硬棒棒啊！佢呢個位置向左上角射45度，應該係卡到點嘅。算啦，佢唔識，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尾層咧硬邦邦同埋嗰個比心門天之間咧，我依家都懶得講啦，係可以卡點嘅，係啦。幾、okay ？我依家真係有白爆炸，非常之驚我。開，咁而家大家睇佢其實化招技係廢嘅，嚇，開埋俾大家睇啦。嗱，咁就見到啦，70几万。
十八彎嗰度嚇。咁回血啦，依家我哋左右打，你想點啊？哦 ，OK OK OK OK， 得冇問題。很喐，係咁又輕鬆過啊都嚇。咁我但我原本係三隻極運嘢，不過我驚嗱煩得滯，帶咗只野貓咁樣。如果我哋兩隻快去插嘅，但係算啦算啦算啦，係咯 ，OK 嘅都嚇。咁我睇跌幾多，因為其實我冇點跌過比三門天，其實就因為我一直都冇重去打極運，所以我就冇點去打。點解跌等嘅速度跌咁慢嘅？頂你個肺！咁其實如果你想跌超絕咧，咁啊每次降臨打十隻，其實十次降臨都打到啦。我嘅原則就係十雙十協定嚇、啊，我哋係咪要去重慶簽約咧？OK， 得啦。好啦，咁就大家應該差唔多放暑假，咁都就係、是、唔知道台灣有咩新活動啦、啊、嚇、啊、就。應該都規規地啦，都我三十粒石喎，我要等多兩日，我每日寄十粒，但我依家其實仲有潛質可以寄多粒嘅，跟住等咩龍根就一炮嗰陣我再抽，因為佢話保證五星新角色十年轉蛋，係啦，我等你個肺，即係如果抽到咩布倫希爾德我都開心，但係最唔想要咧就係索爾。起碼布倫希爾德係女角啊，係咪先？索爾呢啲又唔得意嚇，點似我哋個楊展啊？楊展嗰啲唔係女都要啦。好，咁今次都差唔多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